你没开播吗？没有。我说呢，我弹幕说大帅不开播，在这里偷偷的双排。嗯，开播太累了，关键我这个月比赛太多，时长够呀，哇，小丑。我在大门前大桥下，我在废墟。我他在在哪里？废墟，不知道，我没看见。但应该在你人像那边吧？我先躲过第一波，我这小房比较危险。哎，断断了，句了，那我可以修咋 这么快啊？他这个狙，了。你在不要哪里提啊？前说，我打个洞给我你在啊。废墟。你在废墟，那我离你太近了，我在小房呀、小房那别打了，你打别人，打二楼，啊。嗯。二楼有人。来我这儿，没事，你直接钻。哎，这空军过去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摸摸摸摸。他总不会带个传送吧？不可能，屠夫在我这儿，哇，往这哪大点我？哥，我打洞过来，明显的时候肯定有问题啊！这。他怎么挂机了？他在装配件，我说呢。哦呦喂，玩的花呀！闪现狙啊！你狙完我，你还能拿到刀吗？哇，都被抽死了，这个不是人！我居然被抽刀了，我没有搏命。没搏命也行，你帮我扛一刀吧，我有球，满球，一点都没用。好。等会儿再救吧，没事。或者打洞救，打洞救，打洞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点不行了。我以为他要挂你那里，你卡着就行了，不着急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我说你好自为之，只会搞一些偷袭小动作，等着吧，我不会让你那得逞的。还在装配件，快来快来快来！来了来了。哇，什么？你这个洞打的毫无意义，有没有意义啊？但是已经够了。有的好吧？这意义不小，我补你的意思，这意义就是让他传，他抓了。他传了呀，他传了不就晕了吗？晕了你不就走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洞有没有意义啊？这个洞才钻。离谱！他连我都跟丢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是打我了。哎，他追我！那不挺好？他知道我有满球。GG 国王，你敢追？头铁男孩，我是。他挂你哪个椅子？给我讲一下。我直接一波。你不要直接一波，你直接不要直接一波。他往空军那边挂，你可以管，你可以救一救我。那不行。哎，他开始犹豫了，他开始。哎呀，我可惜没有挣扎加速。他就挂你这边。你别撞，你别撞，等别人来救你，休机就好了。我肯定休。他抓我，我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痛苦啊。哎，这空军不来吗？空军跟囚徒两个人修啊。Really？ 那这个有点问题啊。那你压好了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撞死他！哎呦我去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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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完了完了啊！哎呀我去，这没有人救吗？这空军在干嘛呀？我一看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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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拉球走回来救我，漂亮 ，nice， 让我进废墟，我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那样的红。哦，
游戏结束。See you again。我开小门。哇，这空军在干嘛呀？你可以接大洞，我可以接大洞，你来吗？我不行，我大洞只能接给那边呀。那哎，我就打，你打这绝对安全，能走。我在小门，我怎么接打你啊？我在大门啊。哦。哎，快！十九八七，为您全程为您保驾护航。哦，走！这小丑为什么不拉锯啊？我的天哪，这空军还要开炮分手炮，让他们去吧，我们走了，这两个人有毒啊！简简单单，好吧。在我的前锋带领下，咱们不可能输的。牛批！